你是要来找这家啊？敢是这？我唔知影诶，这敢是帝王酒店？是啊，这就是你讲的成功路上的帝王酒店啊。哈哈，安尼就对啊，都怕人讲伊会来这找朋友饮酒。嗯，安尼我是不妙哦。多谢恁，恁是好人。<笑> 啊！我这有巧克力，我请恁吃。唔免啦，唔免啦，你来我家己吃。后摆爬山有较细滴，唔通迷路啊嘞。我知影，多谢，多谢。拜拜，拜拜。 啊！这间酒店，哪会这派头啊？ 伊敢毋是Johnny？Johnny，伊敢毋是快见兄来，快见兼保镖？伊拢来啊！啊，你快见兄一定嘛是来底啊！果然是冤家路诶！行，你去学伊好看。酒店会来啊！哦，来宾请来，来来来，我来带位来。嗯，小问，来宾请。我还没问伊，就知影我要找大牌人哦，那会遮厉害啊！ 啊，等下恁好，啊，请问恁有定位无？啊，现代的来袂？哦，啊，我来现代的人客，后来我带恁入来，后来请。来宾请。嗯，嗯，大排长。嘿，嘿，大排长。嘿。 嘿，你换头啊？还佫又回落来？冲！啊！啊！是嘞！是嘞！我是唔对人啊！是嘞啦！空头毛！大牌人唔是讲要来这找朋友，哪会拢无看到人啦？嗯，这看，我是要为倒位找啦？ 要紧哦，我穿安尼拢会寒，啊，已经有法度穿遐尼少，最近寒流呢。阿婶，先生，你是要找你外套的吗？在内底，你会用入去摕。外套，哦哈。 你讲这外套是我的哦，不要我站落来，那也真合租啦，啊，贵桑桑的物件，嗯。 嗯，就好食。嗯，啊，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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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这个你吃定这些。哦，不不不。阿姐，今仔你一个人哦？无啦，等下朋友来啊。哎呀，哎，真正足久无看你了。我两个人去啊。好，好。林董诶，哎，你也当客来哦。好，请进来。哦好，今晚来啊。来请。
阿亮阿好，你哪知我伫遮？当然是恁囝找阮来啊！我哪有囝啊？有阿好，无阿爸，规日你今晚唔要想我离开遮啦！你两个出去！你跟我斗相共者，我郭建兴有恩报恩，只要你愿意跟我斗相共，我就好好报答你。你是？我总算找到你啊！你哪来遮啦？拢迄个杰克啦，带我去山顶抓迄超形虫啊，结果伊人唔知走去倒，害我找无路，头好落山啊！好佳哉哦，我会记你伫车顶有讲，你会走来遮饮酒。去倒摆啦！哇，你拄着两个爬山的人，啊，因足好心的哦，是因找我来的啦。所以因讲是阮囝带因来的，迄人就是你啊？不是，阁是谁？我真正是饲了性家宝的啊！放开！你赶紧放开！你我袂记啊！老板娘，我找到你啊！我找到你啊！对对，这送啥啦？你注意点，注意点！我破坏啦！嘘，你还是不得快啊？就该睡下。嘘，喂，你看，你从啥？你哥是不是要叫我放尿？我叫你出，叫你卖出声啦，不是叫你放尿啦。哭了，别急，哭了呀，别急，哭了呀，这别急，好了，拜拜拜拜，行行行行行，大伯，你是不是在生逗猫猫？丢了，就不是的，就不是的，也是没生猫，特别当初想啊，故意招来的压力，然后故意压掉，你要给我们拍几个哟，把酒席散不散不？哈哈哈！真好耍嘞，再来一个，再来公位，公位，喂，问题加了，加了，问题加了，真好耍嘞，哈哈哈！就好耍嘞，就好耍嘞，躲猫猫，就好耍嘞啦。我细汉时阵，阿爸，我甲伊耍过躲猫猫。较早阿爸拢会甲我做伙耍。即马我无伫伊的身躯边，伊无伴，是要甲谁耍啊？
爸，我真爱足想你的。你若甲我做伙伫遮耍躲猫猫，哼，唔知影有偌好咧。阿爸，小妹，你哪来？阿姐刚回来你遐。袂，无来我遮。啊，你哪来无？是不是伊走无去啊？我爸讲，伊是倒去厝里等阮啊。啊，不过我倒去厝里煞无看伊人，我就想讲，伊是不是会走来你遮？无诶，伊无来。啊，伊毋是有手机啊？你敲伊啊？伊手机啊伫我遮啦。阮爸特殊讲，伊手机袂记咧摕放伫车顶。啊，不过伊就是袂了手机啊的人啊。伊啥物烦恼，啥物着急吼？啊，你其他所在够去找过啊？是讲哦，比如讲，伊该去啥物所在啊？是？我除了你遮，我常常想袂到伊会走去倒位啦。哎呀，我伊若是学袂走，发生啥物代志是安怎？爸比，爸比不是有事吗？雨轩哥，雨轩哥好。你爸比不会有事，叔叔会找到他啊。小伟，你先别着急啦，啊不，咱开始去找看嘛，还是刚找完咱再报警好。阿姐，我接一下电话。喂。哎，阿爸，我阿姐啦。阿姐。阿姐。你什么伫倒啊？你敢知啊？迄青蛙甲雨轩拢咧找你诶，伫倒？我即马咧耍躲猫猫，我甲你讲哦，足好耍诶哦，就甲咱细汉时阵款啦。我叫你闭起来就闭起来，你叫我闭起来就闭起来哦。什么咧细汉时阵咧躲猫猫同款？我即马是咧问你伫倒啦。真的啦，迄躲猫猫哦，足好耍诶。啊，一个啊哦闭起来，啊一个啊去互找出来，啊然后哦，安尼。打来打去，一下就刺激的哦。姑娘，你的体力很好是不是啊？来啊！你那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们嘿嘿到啊，是什么相拍？阿姐，你到底在都不在跟我讲？阿爸，你要做伙来算无？我们现在在成功路，帝王酒店。阿姐，那你去酒店。阿姐，我先跟你讲吼，你先躲猫猫，不要紧，你先闭好好吼。哦，等我甲请我来去找你，好，唔通我袂走来，知无？好，进来。嗯。那无代无就走去酒店嘛。进来去找伊啊。好，尤浩根本就冇好意思，替我照顾宇轩。啊，冇问题啊，进去。宇轩，你要乖乖听话，尤浩才叔叔话，在这边等妈妈回来啊。做鬼抓人啊！你准备做鬼哦？我随时当好你做。哎，哎呦，你刚刚给我呛声，你现在是外省啊你？嗯，小鬼啊，嗯，今嘛我来做鬼啊，哈，你话不话？哦，该两个怕我多，还是怕多一个？我来送你一条巧克力，怕多两个就送两条。一条巧克力，两条巧克力哦，这么好康，我来包给你，哎，等等。我当作是啥物件，拢几岁人，搁你食这？性格是当时变个这么厉害啊？唔对，伊的脚手原本就好个，啊，毋过是当时恢复个。唔管啦，趁即摆会当做我替死鬼。我先来走。
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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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董事长，是你啊？啊，想要想啥代志啊？好啦，对哦，酒客在吃醋，冤家相报啦。无咱代志，咱起来走。大坏人，大坏人，大坏人。阿姐讲的就是这间酒店，没想到这档，我你不看吗？哎，阿爸。那是阮爸的车呢，伊讲伊要去应酬，看看伊要去应酬做什么的车。哦，这样你要多好的代志啊！可看是先生跟恁爸有关系。不要紧，有事先等下等我，我里去找就知影。爸，晴雯，你看什么代志啊？你来不搞遐尼浪费？无啦，煞唔知影，内底有人在我冤家相拍，拍到乱七八糟。我想讲，无我代志，我就先走出来。啊，你来找阿姐。我来找阿姐。阿姐。嗯。啊，阿姐敢无伫厝等你啊？我打电话阿姐，阿姐讲哦，伊伫一间酒店，而且伫电话顶我刚好听伊的声音。你敢真正唔知阿姐伫倒？酒店这么大间，我哪会知影人在倒位啊？阿姐，你哪会在这？请安呢？请问我在争躲猫猫啊，你就好耍的哦。哎，大坏人，我替你把那两只龟哦拢解决掉啊，你唔免阁惊哦，会去用拍个安尼密密麻麻，真乖乖。请问，我跟你讲哦，大坏人拄只哦，把我一个人等在内底对付两只龟哦，我无输哦，我怕呀哦，我是唔足够的。小哥，小哥，今晚搞好咯，今晚搞好咯。阿姐，阿爸，我就知影你一定会来，因为咱是好兄弟。啊，我真可惜，那两只龟给我拜拜啊，无我都过生躲猫猫啊。不要紧，结束就结束，上最后你无代志啦。爸，我到底是什么代志？啊，真代志。讲来话头疼啦，只要有外人，咱大家再偷偷讲。你坐我车回去，我车在遐。行，会使回去啊、喔。晴雯，咱阁会当做伙啊。啊，你也答应我哦、喔，咱永远袂当阁分开哦、喔。嗯。阿爸，我们是你家里先，你敢要坐你车？没了，你先等，小等我再阁跟你等一等好了。海子，海你陪我做几桌，我跟我做伙烦恼阿姐。没有嘅，只要阿姐无代志就好。今麦天气做哩，紧紧上车。请问，我吃嘛？我想要好好困，咱紧来等好无？阿爸，拜拜。我拜拜。拜拜。看到遐个熟悉的字条，目屎哪会暗藏袂掉？无声的情歌，淡淡的心情，心内的空虚思念，拢是你一人含泪的笑容，有我的表演。过去伤痕拢予我对你放袂离，无声的情歌，全开嘛心痛。最后咱只是路过熟悉的气氛啦。
俊山。啊？姐姐，你若想要吃什么物件，明仔再讲啦。今仔是为着要买你爱吃的物件，我已经走几工啊嘞。卖误会啦，你无看到，我伫用阿芳新研发的机器，伫按摩雕塑我的美腿。我今嘛无胃口，无想要吃物件。哦。只是哦，今嘛有另外一件代志，我感觉足困扰的。你什么代志啊？啊，你嘛知影啊。啊，有心的人哦，迄荷尔蒙拢会改变，爱情绪吼都会变较足敏感的，都参像即马啦。我刚才看到你倒在我的身躯边，我都会冰雹足想要吐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哦，我有闻到你的身躯顶有一种臭臭味，啊，都参像别人讲的狐狸精的臭臭味。唉，你看。啊！你过来啊！啊！规工盈盈，敢那着伫遐咧想讲，我是毋是外口别个查某？我毋是甲你讲过，我无，你哪毋相信啊？我当然嘛相信啊！自从哦为我的生日到迄工，咱去坐游艇，哦，你一届一届替我准备惊喜呢。啊，假使讲你外口有别个查某，那有可能甲这个心思放伫我的心上，对吧？你知就好。啊，不过哦，我也是足讨厌闻到这种味啦。啊，我真正闻到这种味，足想要吐的，嘛拢睏无好。啊，这就你给我迄罐香水的味啊，那有啥物臭臭味啦？你之前不是真喜欢这款味？啊，我即马就无喜欢啊，这款味哦，会害我拢睏无好呢。哎，你敢知影？孕妇哦，上注重的就是睡眠啦。啊，若是睡不好，会影响到宝宝的发育哦。哦，啊，你要安怎？哦，啊，无我去睡客房啦。哎，袂呢啦，你无伫我的身躯边，我嘛睡袂去，而且我会足惊的呢。啊，这也袂用的，那也袂用的，啊，无你讲，你爱我安怎做？过去啊，你睏涂骹啦，安尼哦，你袂离我伤近，嘛袂离我伤远，安尼我嘛袂闻到臭臭的味啊，哈，好嘛。啊，天气这么寒，你若睏涂骹，你唔惊我会感冒？啊，对哦，你要上班袂当感冒，无我睏涂骹啦，眠床互你睏。嘿嘿，哪用的啊？你是有心的人咧，你若睏涂骹感冒。不是去影响到宝宝。哎呦，我到底是要安怎做啦？宝宝，你真正足搞怪呢！哎，爸爸跟妈妈拢唔知影要安怎做。哼，你若是出事，我就叫爸爸拍你的脚床，拍你的脚床。听你是咧创啥？你真正乌白来呢？好啦，我睏头壳。老公，多谢你啦。为着宝宝牺牲这么大，是我应该的啦。俊山，啊，你是不是感觉足歹睏呀？袂啦。哦，啊，不过我哪会感觉你的表情足痛苦的？明天你个宝宝，我有法度忍啦。我都知影，你一定哦是一个好爸爸。老公加油，晚安。晚安。
这涂骹这顶这凉，哪有法度好好睏啊？姐姐应该是困去啊。早起，金沙拿来去找哦。你佫甲我讲哦，有棵树上面啊，有那个敲形虫哦。阿公，我也想找敲形虫。阿公，你下次可不可以叫那个叔叔带我们一起去找敲形虫？宇轩，现在没有敲形虫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锹形虫撑不过冬天，有些在冬眠，所以呢，一定要到夏天才可以看到它们。阿威和叔叔为什么要骗爸爸说现在山里面有锹形虫？宇轩啊，那个叔叔他没有骗你爸爸啦，他是真的不知道这个时间有没有啊。宇轩，你要乖乖听妈妈的话，等到夏天的时候，我再叫这个叔叔带你去抓，好不好？嗯。好，大派人，我嘛要去哦，我要去抓一只迄足大只、足大只的锹形虫上哦，宇轩哦。我甲你讲哦，死狗哦，你袂使后壁乱走哦。你莫像即个同款，害我找袂着人，害我找袂着路，让我回来哦。妈咪，我吃饱了。因为我也吃饱了。阿姐，那你先带宇轩去晚上，顺便带去上课。哦，宇轩来，阿比帮你换衣服。你那新学校制服很帅耶，你穿起来好像白马王子哦。今晚啊，阿长宇轩去上课，状况安怎？敢没关系，敢有一直考公，爱你陪伊啊。爸，我有一挂代志想要单独甲你讲，敢不当请你的特助先离开？啊，好，好啊。是。你是想要甲我讨论怎个代志哈？其实啊，怎个状况？怎个状况？我非常的清楚，你就是超工要甲阿姐淡掉，所以甲伊骗离开我的辛苦费，然后带伊去深山来，对不？无啦，唔是安尼啊！我早就跟你讲过啊，是迄专尼一直吵，所以杰克无法度，就先载伊转来啊。阿杰转来以后，佫甲伊走出去，再找无路的啊。爸，我唔是三岁囡仔，我无遐尼好骗。咱到底是去？阿杰佫安怎行无去，嘛无可能行去深山内来。而且你的特助拢是听你的话在办代志。那无你的意思，伊哪有可能甲家己开车带阿姐离开？人讲虎毒不食子，刚刚讲阿姐嘛是你带大汉的，伊替你做遐尼侪代志，你奈心肝遐尼狠，想要甲伊淡掉啊？你莫袂记，你会当骗过你冤仇人，是阿姐甲你救的。你奈唔讲迄个冤仇人是对伊来的啊？迄是因为伊啉出来，阿姐是你的好心，才会找着你的。你哪知影？阿姐甲我讲，伊甲伊听着的，拢讲予我知影。
讲真实的，这拢是你家己做的来。那不是你，是要把阿杰淡掉，让伊想起你伫个车顶讲的话，伊才去酒店找你，你嘛袂去让你的冤兄人找到。爸，我希望这件代志莫阁发生第二次，啊，若无我绝对带阿杰跟宇轩离开。到时阵，你就莫怪我这个查某兼无情。俊生，啊，你想安怎要带我来北医啊？当初我有公文，所以要当初不能签啦。而且你有心啊，所以我特别替你挂骨伤科的门诊啊。哎呀啦，到时我唔多向听破我给有心的代志。哎，唔免啦，啊我才检查过尔，唔免再做检查啦。袂用的啦，为着宝宝的健康，你一定要看。啥物啊？你袂记哦？之前你啉着创我安徽的中药，而且你搁跑落去山脚，你敢唔惊会影响着宝宝的发育？这你放心啦，我拢有问过医生啊，袂影响啦。袂用的啦，我无亲耳听到，安尼无准算啦。你平常时就散散做代志，予人袂放心，我也是陪你去看门诊啦，问好清楚安尼，我才会安心。好啦，行啦。哎，唔免啦，真正唔免啦。姐姐，阿娇，恭喜你啦，你有心啦。多谢你。对。啊，你哪会知影佳佳有心呐？伊甲你讲的啊。啊，就算伊无甲我讲，佳佳是病院的董事呢，佫是 VVIP， 伊来做检查，找来有人甲我通报啊。啊。佳佳，你即马感觉安怎？诶，有心的初期哦，体温拢会较悬，也容易爱困，啊嘛足忝的。你讲这镜头？啊，拢无啦。我只是感觉哦，迄鼻着迄闻着的味哦，会足想要吐。啊，是啥物味啊？狐狸精的臭臭味。姐姐，你嘛有白讲啦。我哪有白讲啊？我是讲真实的啊。阿娇，足奇怪呢，我伫咧俊生的身躯顶，毛闻到这种味呢。最近吼，搁较严重。我只要一看到伊的面哦，我就足想要吐的。俊生，你先看那边，唔卖看我这边啦。去。那是啦，是不是我搁讲唔到什么话啊？阿娇，啊是安怎我有心以后会变到这么高怪啊？这哦，拢是用荷尔蒙引起的啦。我相信搁过一阵啊，会慢慢改善的。郭董事长。这段时间哦，佳佳的情绪较无稳定，啊，伊若是搁有无讲理的所在啊，你就较忍耐。啊，我会啦。你哪有啊？伊根本就无忍耐啦。吼，这个时间哦，变化上大的人就是伊啦。哇，吴兴义哦，伊就变到足神经质的啦。啊，一个啊讲吼，我走路伤紧；一个啊讲我食物件拢无注意。吼，达到伫我的耳旁边安尼细细的。郭董事长。我知哦，你是关心佳佳，也唔鼓励安尼做，等到予孕妇感受到压力，你也放较轻松诶。我嘛想要放轻松啦，也毋过伊个个性吼，着安尼散散做代志，予人袂放心。你若无甲提醒，伊会袂记哩。这头一届有心的人哦，拢是安尼啦。我看侪啊，其实卖讲查甫人无多了解查某人生囡仔痛苦，就算是有心的时阵一挂生理反应，查甫人哦无多理解，认为是查某人伫无理取闹，要使性地。就是啊，参像我最近哦，无法度甲俊生徛手话，嘛无法度甲伊困同一顶眠床，伊就认为讲吼，我是超过伊伫咧家己创治啦。你看啦，这是有心的原因啦。啊对啦，既然你今日就来啊，啊妇产科拄好一个活动，会当让准爸爸体会一下有心的人的辛苦。郭董事长，你这么关心恁太太，你应该参加吼。当然嘛爱参加。啊，若无伊会关心嘛，会予别人认为讲哦，拢是假。是甚物款的活动啊？
你来参加你就知啊。这机器是，郭大叔对，你敢了解查某人伫生产过程的疼痛指数？我可能抓好奇，我嘛不可能会知影。我知影你是一个真有责任感、够强烈求知欲好老公，所以特别哦，带你来做这个体验活动。唔知啥物感觉吼？较早人拢讲哦，生过满又胖，生袂过死得棒。真侪查甫人拢无了解查甫人生产的辛苦，所以今日有这个活动，会当让所有的爸爸来体会一下所有的妈妈生产的辛苦。唔知影郭董事长敢有要试看卖？俊生，你家你阿家的囡仔啊，这边吼是你会当体会做爸爸上好的机会，你就报名试看卖啦。请问你不是富贵集团的郭董事长吗？你嘛来做阵痛体验对无？是啊，郭董事长哦，非常的疼某，所以特别哦来参加这个活动。郭董事长，你真正是现代的好老公，敢会当讲几句鼓励新手爸爸的话无？是啦，好老公，你赶紧讲几句话啊！这做太太啊，生囡仔真正是足辛苦的啊。身为翁婿，会当体验太太的辛苦，安尼以后才会当疼某入心，做一个好爸爸。那咱即摆现场，敢阁有其他的观众想要体验这个活动诶？机会难得哦。哎，李医师，李医师，各位，李医师啊，伊嘛是一个跳舞的好典范，我相信应该真愿意跟咱做来体验一下。参与这款体验哦，我较早医学系就有做过啊，小 case。好。那呢哦，就请两位爱慕的好老公做回来参与这个活动。查甫人自然分娩的疼痛指数是120啦，我看你哦，平常时一个办公室内底，像你细皮嫩肉，雕到四十哦，你也冻袂掉。李医师可能唔知影，我逐礼拜拢会去拍球做运动，无亲像李医师，规工拢伫咧病院无闲。我看你这么辛苦，应该跟他存脂肪呢啊。你，我看你刚出一个嘴尔，等一个你知影。郭律师，等下麻烦你，我的指数调较悬的，直接调到120嘛不要紧。发生这是真正正港男子汉，我才无得惊嘞。等一下嘛直接搞调到120。等下这两个药都处理出来，老公加油。现在指数是30，这是产妇生产时阵开始初期的阵痛。哦，现在调到40啊。嘿，老公，你是不是感觉足疼？哎，袂疼。带这么轻，你敢是敢是搞掉个一把？哇！是嘛？这四十三年呢？哇！离生产哦，还够久等久等的阵痛呢。好，老公们加油，爱恁条哟！老公啊，我看你的面拢变形了呢。哎呦，你若是听哦，都叫出来啦，免歹势啦。啊，落老倌啦。没有我。哦，老公，你哪会这么歹啊？我这无。
其实咯，今摆疼痛指数还阁足低，差不多是查某囡仔大概月经安尼疼尔。哇，看起来这个高档署长哦，甲李医师就搞做好过诶。再照顾，这怎个疼哦？你发生什么代志？你是想要暂停啊？要导航啊？我是要讲，做人真正足辛苦的。所以嘛，啊，无疼惜查甫人的查甫人哦，真正是猪狗不如。看起来哦，这两位好老公哦，都足够认命嘞。无过去，咱即马甲疼痛指数直接调高一倍。好，还看伊哦，外口进来。好。标准李医师，你真有当诶！想袂到甲咱靠一支嘴，你若是这样还无好多忍耐，是安怎保护恁太太？哎，我姑爷就来啦！姑爷啊！啊！你讲你某感情这么好，我相信你一定是愿意体验哦。体验哦，当然啊，为着我的心爱的娇娇老婆，不管安怎疼，我拢会当忍受的。郭董事长，你讲过会干咩？哦，咱来做一个比赛好啊，看什么人会当替家己的太太忍受搁侪疼，你看安怎？先回国啊！我个廖尊，你无留到俺便宜这间小庙咧？我懂，先讲我是爱情的底线。单单讲讲就是，阮太太在倒，倒伊就是我的家。啊，既然阿娇伊愿意留落来，我当然就对着伊的脚步。董事长啊，我看你今摆已经做了光细来看，你要话停无？不要紧啊，我袂停。好帅！这种停吼，对我来讲，袂输跟他廖玲同款。哎，拄仔好吼，我再去有几多？会当，咱这家叫休困去。高当署长的意志力哦，果然惊人。大家来替高当署长加油一下！你因为忝嘛，无好验量陪住先就好啊。咱来先做合票。好，老公加油！郭董事长，你头拄仔被体验的最高疼痛指数120要来呀哦！
昏去啊！赶快叫！副董事长，副董事长，会长，高董事长，高董事长，高董事长。大家别烦恼，郭董事长伊的生命迹象稳定，拄只真有可能是因为伤过痛才昏过去啊。等下伊自然就会精神啊。今日真无简单，郭董事长哦顺利通过生产体验，大家拍掌鼓励。啊，其他朋友，咱加喝几杯酒啊。安叔，阿高俊生过得紧哦。嗯。燕良哦，真好多个弟耶，阿我再忙去送。多谢你啦，为着要去黄雪晴哦，配音工我已经有心啦。啊，我刚才有收到，先甲阿芳讲一声，阿若无拄只哦，差一点仔就别空啊。阿高俊生这人真哩搞才艺哦，我早就约到，一定带你去妇产科。哎，想袂到，真正好约个准准准。所以阵痛体验是恁特别安排哦。嗯，啊，我了听到阿芳甲我讲，俊生要带伊个病人做检查，我了想讲哦，归去好受一寡皮肉疼，搁联络公关部办这个体验活动。嗯，这个叫做请君入瓮。哎，唔对，是请君痛痛。也不过我是淡薄烦恼，姐姐，你有给有心去教我？就简单就叫我跳跑嘞！哎呦，唔免烦恼啦，阿辉弟哦，咱即马就先见招拆招，阿爸伊这边有你弟的，还佫有随叔，哎呀，唔免烦恼啦。阿芳、阿娇，真正就多谢恁嘞。啊，不过我有淡薄仔后悔啦，为着要去黄雪晴讲这款的白贼话，啊，我后来想想的。我有囡仔，对黄雪晴来讲是上大的打击，一定无法度忍受。即马就等伊出手，我爱一概抓到所有的证据，予伊一招毙命，跳破伊一面。刘佳佳，愈来愈巧，继续加油，我拢听你。我唔是变巧啊，我只是无想欲哦，阁予伊当作是戆蛋，予伊安尼凊彩学袂了。彩玲，彩玲，那有糖不来？阿姨叔叔好，你好。我就伫附近办代志啊，想讲来甲你拍招呼啊。哦，哦。彩玲，彩好玲。啊，坐下。我明仔哦，想讲找一个时间去送给你啦，带好你来啊。希望会当让你较有体力。多谢你。没啦，阿姐啊。好好啊。好。哎，小可爱，你叫莉莉对不对？哦，你长得真的很可爱，就高追呢。哎呦，还有玩具，你要上不？好啊。好，给给给给给，来。姐，来。多谢。啊，你是要去一块？比这个好呢，有哈，因为这么多人给我关心，给我照顾，我当然嘛越来越好。我看你女朋友真正足高水的，真正是一个孩子王呢。嗯，伊哦，那是孩子王。哎，伊对遐阿伯阿母拢真有办法。我大概伊带团哦，迄阿伯阿母看到吼。弄什么个好生要介绍给伊？阿兰知影吼，我是男朋友吼，那就袂得啦。哎，搞到动作是袂输完输完赶快呢。哇，是你去玩呢哦，好人克数鬼。哎，你若讲到雅婷就吹错目睭吼，伊真正足介意的吼。这不是，是伊足介意我的。
我跟你讲哦，伊甚至哦为着你咧食醋呢。哇，咁是假的？彩玲，你唔常相信伊的话哦。其实食醋的人是伊，伊即马在食我初恋男朋友的醋。哦，嘛唔知是啥啦，一知影吼要替彩玲找迄号治疗拿号迄面粉哦，哇，气到规人拢牙起来哦。唔知是啥哦，吼，啊，一听到我要替前男友回复弟弟啊，叫做有病啦，哦，伫遐偷拍哦，哈，哦，嗯，是干嘛呢？哦，嗯，你讲啊，怎么了，叔叔阿姨？我们老师说不能吵架哦，要相亲相爱。哦，莉莉啊，叔叔阿姨不是在吵架，对他们只是在开玩笑的。阿喜欢诺因路过路短声。啊，那是因为等你大汉了，伊就知影每一个人相亲相爱方式拢无同款，知影不？拢是你啦，愈讲愈大声，还愈讲不起。是你心要好不？是。哦，恁两个真正是天生一对呢。不过有一句话讲哦，再奇怪的杯子都有盖子可以盖，就是讲恁这种的啦。彩玲，哎，想袂到你这么温柔的讲出这种这么趣味的话哦。小可爱，阿姨那边哦，有很多好吃的啊，好喝的，你要不要去吃？好，好，好，来来来，我带你去。快去，快去啊！等我一下啊，老板，麻烦你哦。好，阿姨，飞高，没有没有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太厉害了。走。哎，我看你两个这么相爱，你当时要结婚？哎呀，那年你跟我们办的拢同款啦，吼，就去结婚嘞。我唔是咧假报，好不好？是我想要参加你的婚礼啊，我希望我的人生莫有遗憾。啊，你是听我白讲啥哩？你放心，我已经有咧计划啊。啊，搁再讲，你拄则唔是讲，你即卖状况是愈来愈好呢，你一定有法度来参加阮的婚礼。嗯。啊！而且到时阵啊，我可不可以请恁丽丽也来做那小花童哦？好啊，哦，等你的好消息咯。嗯，哎，啊，对家己要有信心，知无？好啦，我知啦。嗯。啊，对啦，我有一件代志要问你。哦。敢知影用过伊家有妈的代志？哎呀，伊要听听去讲道理嘛，我想伊应该真介意嘛。哟。嗯。我就听讲，因去修脚洗手啊，改过自新。我唔知影是真啊是假。我想讲，你家己较熟，应该知影较侪。我唔才会来问你。哎呀，伊哦，这边改真侪啊，较早完全拢无同款。哎，现在你开起加油站啊，算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头家啦。哎，嘛是只哦，真疼小囡仔好爸爸。哎呦，嘛真专情啊。伊对你嘛真关心，阿嘛真照顾。嘉琪啊，当然嘛真实个啊。我感觉伊是一个会当我陪好啦。那安尼就好啊。假使有一天我要离开啊，阁有人会当照顾伊。哎，你阁来啊你？嗯，嘉豪，生死个代志是每一个拢爱面对。我只是提早拄到啊，这也无啥。我希望啊，会当伫我有限的时间内，把我身躯边每一个人都安排好，安尼我就无遗憾啦。哦，你意思是讲，想要跟人生作对？哎，我感觉这听起来袂歹呢。啊，这人吼，食到这个岁数，若是有啥个人会当陪伫身躯边，哎，这真幸福代志呢。对啊。爸比，你今天穿西装好帅哦！今天是爸比第一次跟宇轩老师还有同学见面啊，当然要给人家好印象，要穿帅一点啊。好啦，宇轩哥，你今天要乖乖听老师的话，好好跟同学相处，知道吗？好，我
雨萱，爱妈咪。妈咪再见，爸比再见。雨萱再见，要乖乖上课哦。嗯，爸比拜拜。何雨萱，那个是你爸比哦，看起来好幼稚，好好笑，阿达阿达的样子，他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呀？你乱讲，我妈咪说我爸比是长不大的小孩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爸比，我会乖乖听老师的话，爸比也要加油哦。好好好，雨萱加油，爸比加油。哦，雨萱你去啊，咱们好来等。想完，我无想要回去。你无想要回去，啊？那无你要去倒位？我要去找阿邦做工课啊。我有答应雨萱，伊好好上课，我好好做工课啊。你若是感觉无聊，想要做工课，我会当伫阮爸公司安排一个工课你做啊。我不爱，我不爱，我要去找阿邦甲尤啊，我甲伊甲因做伙做工课。啊，不过阿邦因足无闲，可能无时间照顾你。我做工课哪有需要因照顾啊？我爸会足敖，足厉害的哦。你和我去啦，好不好？请问你是不是甲阿邦冤家啊？昨日来酒店找我的时阵，不是好好的，哪会讲冤就冤？无啦，无冤家啦，就即马无方便去找阿邦啦。有啥物无方便的？你是不是甲伊冤家啊？唔惊唔惊啦，阿邦无亲像大歹人，哈尼爱扣分，伊袂一直甲你过去的啦。啊，无我即马打电话阿邦。啊，免卡免卡。对，免，咱直接来找伊讲较清楚。行。啊，你是安怎？啊，你是变得傲嘟嘟。拄只啊，拍摄一个世界女神彩玲合照。哦，即马想想啊，就后悔。咱找一个理由啊，来去彩玲引导啦。我想要补合照。哎呀，我看也是卖啦，啊应该蛮忝嘛，啊都可以哦，好啊休困啊。对吼，只是想过欢喜，煞袂记哩，伊是白人。你知无？哎，拄则有问起恁两个代志未？问啥？哎，讲伊想要看到咱结婚啊，伊想要参加咱婚礼，你看咧。你买来做讲我唔知影，你是不是用这种方法来逼婚？这不是的，你是这问起的。爱讲你想要第一出去这台面哦，该辛苦每一个你所关心的人啊，拢安大好势啦。这是什么话就当结婚啦？听你安尼讲，心淡薄酸酸。但是为着关心你的生活，你敢换一个好啊？我从我讲是你偏强你啊，不过你真正是我真好的朋友啊，嘛是你的世界女神啊。刚刚你无想完成你的心愿。嘉豪，那不是因为阮姐跟高俊生做伙的代志，我今麦一定随答应你。你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？有人安尼求婚的啦，既然是为着你以前喜欢的人，想要参加你的婚礼，就叫我赶紧嫁给你，真正是见头嘞！啊不啦，我真正不是意思啦，我真正想要跟你结婚啊，我都唔知咩开嘴啊，我就只好提彩来做开场啊。我再讲啊，伊讲我嘛咪当会话偌久啊，刚刚你无想要替我成心愿？呸！真唔知话偌久啊，彩你一定好起来，不要安怎的啦。伊们来当参加咱的婚礼，嘛一定有法度参加小可爱丽丽的婚礼啦。是啊是啊，是我一条计无，你话啥了我不能讲。我是真心想要跟你结婚啊。你到底够爱我等我久？你才愿意嫁我？无情，
我真的需要拜托钱嘛，我真是不是讲过啊。啊，尤其是你才大家阿帮啊，在合作开发物流的行李，咱就是无用这卖小结婚的代志啦，哈。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啊，还会好受影响对吧？我真正想过了，你想说背地介绍我，不管我怎讲，你是不能给我。你倒是讲，你到底是咧顾虑啥？我无咧顾虑啥啦，我只是认为，伊已经答应阿邦啊，要甲伊合作，啊，恁爸爸冇出资投资啊，对不？啊，咱就专心把这个代志做好，吼，莫因为婚事来影响到物流公司的发展嘛。啊，若无事搞了结，你是要怎向恁爸跟阿邦交代？进前重会，结婚失败。你讲为着卖刺激去啊，咱暂时卖结婚啊。你即摆阁讲为着事业，咱暂时卖结婚啊。郑梦姐，咱到底要等到什么时阵，咱就结婚？哦哟，啊，咱感情遐尔好，什么时阵结婚是无咁快，对不？啊，而且我是要加享受单身的滋味，无是要遐尔早就嫁入去家庭，敢不严呢？哈？当然有啊！现在你啦，看你当时想嫁我啊，咱就结婚。哟，你刘家豪，别吵！有啊，阿姐，请问，哎呦，哇，阿姐，你今天请技术趴呢哦，有哈，阿邦人呢？我想要找阿邦，邦哥伊在仓库咧点货啦，啊，无来去叫我来去。哎，唔免啦，其实我嘛无什么代志，就阿姐一直插工要来，既然伊咧无闲，咱先拜叫叫伊。阿邦咧无闲，咧搬货。安尼拄啊好啊，我来遮就是要甲斗三工的啊，我会当替阿邦做足多代志的哦。阿姐啊，请问，我想要留伫遮甲阿邦斗三工啦，我无想要转去大派人遐，足无聊的。大派人是垃圾鬼、泰哥鬼，一天到晚敢那会晓骂我。请问啊，阿姐想要留落来，你就好留落来啦。啊，反正阮遮嘛拄好欠脚手，伊若来甲阮斗相共哦，阮咧工课嘛加较轻松啊，对无？是，请问你看，伊我讲我会当留伫遮斗相共，我搬回足够的哦，你好我留伫遮啦，哎，阿姐啊。好啦，请问啊，你放心啦，阿姐留到遮我会甲照顾啦。好啦，那恁麻烦你哦，我下班再过来接你。拜拜。奇怪，这请问哈着急要走，啊，唔敢帮个拍一个招呼了无？阿姐啊，姻缘家哦。莫怪啊。阿姐，阿邦，你哪啦？我来这甲你斗三工的呀。请问从哪来啦？阿邦哥，我听阿姐讲你甲请问冤家，啊你是咧冤啥冤家呢啦？拄啊请问来换着金呢，啊唔甲你拍一个招呼都无，头我日就走啊呢。以前是我之前甲请问讲过，讲若是咧当尽量避免见面造成的困扰，得尽量避免，所以伊这不是要见我。阿邦，哎。这巧克力给你吃，啊，你妈会跟请我冤家啊，好不？我跟你讲哦，大概宇轩那是跟伊的小朋友冤家吼，啊，把迄糖啊吃完，就会好好啊。你紧甲吃落，吼，紧吃落，大家请我好好好不？啊，吃落，吃落。阿姐，这巧克力老的，你老的跟你吃，你放心吧，我无跟请冤家啦。无冤家。那有可能？其中应该有甚物误会？不要紧啦，
拜我是拄着伊，我再去问啦吼。嗯。阿爸，哎，豪哥，小弟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Johnny。黄雅迪，这久无看诶，啊，你嘛是来这甲阿芳斗相共哦。哦，我今日哦来讲公事诶啦。哇，你穿西装呢，还真好看。我跟你讲哦，以前啊，我上喜欢看你穿西装啊。啊，搁有啊，大概你穿西装哦，甲我行做伙诶时阵啊，每一个经过你身躯边诶查某囡仔，拢会歪头偷偷看你哦。哈哈哈哈哈，有影哦！经过我身边的查某囡仔，拢会歪头偷偷仔咧看我。哈哈，无怪。今日我送宇轩去幼稚园的时阵，啊，有一个小朋友啊，嘛是安尼歪头咧甲我看。伊一定嘛是感觉讲哦，我穿安尼足缘投的。对啊，足缘投的。阿爸。阿姐，我今日穿安尼无适合做粗重的，你敢会当安排较轻松的工课给伊做？啊，黄小姐啊，布的公司头家是我呢，你也真想要传到三江，应该是来传我吧？哦，刘先生，你即马是等你头家派头我看哦哦，敢是因为我拄只烟路无甲你讲话，你想要趁这个机会找我合伙？歹势，无可能啊！歹势。我唔是要跟你合伙，我只是就事论事。要就事论事会用啊！我即马伫阿邦的公司，阿姐是来甲阿邦斗相共的。我拜托有啥唔对，啥做要拜托你啊？哦，敢讲你是因为我平常时甲你欺负甲真忝，你想要趁这个机会伫大家面头前讨一下万块啊？喂喂喂喂，我敢唔是这种人。我看这冤家哦，唔是你甲请问啊，是这两块。有啊，你讲啊，我敢是一种无讲道理的人。无啦，清官难断家务事嘛，恁两个上对上唔对，我这小主大尔，我也袂当讲啥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会当解决。什么办法啊？啊，就你紧嫁哦，嘉豪哥啦，你也变做头家娘了吼，嘿，无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同意，看你要照顾上嘛，拢会使一。对对对，嫁予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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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到时阵麻烦你头家娘多多照顾啊嘞。哎呦，大家拍拜托的，讲真的啦，这根本就无需要雅婷交代，啊，就是我上好兄弟，我当然好好甲照顾，对吧？哎呦啊，你即马找阿姐哦，你要从我斗包的。不会，我爱搬货，我搬货足牛的哦。那你今天穿啊这趴，你那龙大衫袂变安怎，对不对？搬货我来就好啊，你包货啦。哦。嫁予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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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予伊。好个亚天，咱两边公司合作的有一挂细节哦，需要坐来好好讨论一下。来，你坐，先坐，好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好。卖搁看啦，搁看要脱汤啊！来，坐。无你即摆是安怎哈？啊，把阮家当作恁家，三工两工就再来阮家啉下午茶。我都无参像你这么骨力的，啊，都去南部走透透，找朋友去佚佗。阮姐姐哦，最近拢拄到一挂足衰的代志，啊，我是去求一挂这平安符啦，啊，搁求看吼是毋是会当互伊较紧有新的啦，啊，摕平安符要来阮姐姐啦。你求求遐大官，啊，较有啥物路用？不如较实际，想看咱要安怎做，才有我多较紧抱孙啦。哎，我家己嘛有咧想啊，啊，不过敢靠阮姐姐一个人吼，安尼这么打拼还是无路用的啦。哎，你家己嘛知影，啊，参像俊生安尼这么无用，逐工拢半暝才回来，啊，透早就出去上班，迄体魄身体嘛袂堪的，啊，所以呀，迄啰啥啦？拜托你嘛帮帮忙，你大概讲话拢安尼转弯细角，安尼弯弯翘翘，有要直讲啦，无想听有啦。啊，我是讲，
迄尊仙啊，伊敢咪是敢那好看头尔？其实吼，伊是有心无力。恁家才有心无力啦，无你即马是安怎安慰恁啊？恁家好嘛是同款无孝无心的，你唔在厝念恁家，你走来阮家念恁家，无你即马是安怎？啊无咯，啊阮家好无同款呐，我敢那去家豪迄个体格哦，嘛比尊仙搁较好。啊，而且阮家豪吼是正人君子呢，啊伊甲雅婷还未结婚啊。啊，伊未来的丈人哦是用过呢。啊，因两个人那是先上车后补票，那是要用过怎样？可能甲拖在海边啊种嘞。拜托，但迄个黄董诶，伊过去是乌底，捌做过安尼记啦。伊所做过歹代志哦，侪敢那刷嘞。伊敢会要紧讲伊个查某囝到底是先结婚，还是先走巴肚？嘿，你是唔通看用过无点哦？人伊这个安尼记吼，是真讲规矩的哦。我甲你讲，伊吼，人伊即马是已经收脚洗手啊咧，啊转型成功咧。雅婷国家安那讲吼，嘛是小命命的查某囝，伊是真重视的哦。妹，无你即马什么态度啊？哈，你即马是安那哈？你是对阮家豪有意见？嘿。还是对用过有意见啊？啊，你莫袂记得啦，伊有两个查某囝嘞啦，敢那要紧迄个雅婷有守规矩无？啊，另外一个嘞。哦，你是讲雪晴了？嗯，当雪晴真好啊。哎，啊无是啥喏哈？哎，啥物代志啊？讲我听啦，伊啥啦？你煞不要家己去问伊哦，看伊是毋是？你管教两个查某囝有两套的规矩，一个爱有家教，啊，另外一个就端啦，端啦，讲我听啦，哎呦，紧啦，啊，是安那哈，伊在外口安那哟，哈，是不是啦？哦，哎，你等啊，哎，妈，孙先生，无啊，孙先生是安那啦，啊，比那陈顺顺啦，哎，我去做白老鼠啦。白老鼠，啊，无啦，妈，无代志。俊生哦，伊是巴肚疼啦，啊，我回去等去房间休困一下就好啊。我看讲出来无要紧啦，啊，拢家己的妈妈。我带佳佳去釜山去做检查啦，啊，咧病院咧做活动啊，就讲因有迄种会当互红细体验迄生产阵痛的机器啊，我就去体验啊，敢那满清十大酷刑。哎，有心啊！哎呦，你实在哦，迄佳佳安尼大心大命，安尼一个十波人好卡好酒，搁安尼某甲你扶，你会见笑无？是讲咩？来，坐好，慢慢来哦，快辛苦诶！啊，几个月啊哈？哎呦，安尼个都无甲阮两个讲一声啦！妈，干么当拜托你？千万卖四界宣传，哦，啊，我知，人讲哦，还未满三个月哦，唔通乌白讲啦，三个月，你是当时有心的呀？嗯，唔对呢，亲妈，之前佳佳吼，伊子宫捌出血过，安尼唔知对咱孙的有影响无？啊，别，你唔通乌白讲啦，佳佳哦，即马巴肚内这个囡仔是咱两家的金孙嘞，咱的大孙嘞，一定头好壮壮，福气满满哦。你妈妈巴肚内吼，给妈妈扭条条，平安无代志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哦，赞，哦，阿慧婷，我甲你讲，我捌你遮久哦，你即马所讲的每一字每一句哦，哦，我拢足认同你的啦。妈，我跟你讲，这拢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两个人吼卖四界宣传，哦，绝对袂。我等下哦，就马上甲金花老公，我要做阿公阿妈，耶！家家有心，拿咧黄雪琴就更加无雅面啦。趁这时，就用个金甲这只狐狸精刮刮着。你即马吼，啊食物件吼，爱食一寡吼对囡仔较有营养的补品。对，啊，阿姑啦，吼，迄囡仔衫、囡仔鞋，
拢爱去买买又好，穿穿到变，啊无时间，我变用啥无啥就害啊！哎，啊够有够有，嘿，人讲哦，嘿有心哦，唔通去夹加多菜多，唔好乌白夹哦，嘿唔拄好，若去夹着迄囡仔心哦，会捡家己哦。啊够有啊，嘿坐椅啊坐好吼，安尼正食，啊唔通乌白食四手啊！你即马一个人食两个人补呢，你要食啥物哦，拢爱替囡仔设想，知不？知。嗯，我讲我明仔载吼，就来买一挂迄胎教的音乐给你听，先甲阮金孙培养日后的气质。哦，妈，哎呦，你唔免遮尔啊欢喜啦，啊，即马才拄开始尔，受伤啊啦，免哪会用诶？好，恰恰你都唔知咧，阮两个唔忙即个孙，唔忙偌久啊了，尤其是即边我去下岗哦。我看大家拢已经做阿公做阿妈，啊抱人的孙，你唔知道我有偌心酸呢。我真麻烦，总是能够抱我家己的孙啊，高家的大孙啊，我妈妈真正真正欢喜到唔知道要安怎讲才好啦。唔但你欢喜，我更加欢喜。我若跟恁爸爸讲吼，一定欢喜到困袂去啦。哎呦！行嘛，阿婆安尼，咱哦，今仔姐姐哦，回来房间小休困者，啊，等伊休困了哦，咱再带伊哦，来去百货公司哦，看一寡物件，啊，该买拢甲买买转来，啊，你看好无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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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管你要吃啥用啥，你要创啊吼，你拢出一支嘴就好嘛。啊，你即马上吊啊，就是把我的金钟搞好吼。你行到办嘞，我唔知影无。你行到办嘞，你动都动着太气哦，就歹行。唔嘛，我其实我家己袂晓行路嘞。啊你啊你，一人有一手，我袂输敢若慈禧太后。哎呦，你是因为即马有新教这款特权，我跟你讲。对对对，为即马开始哦，阮两个哦，就是你的左右护法。啊，你行到倒哦，阮都给你牵条条，啊，给金孙哦，顾条条。啊，无错，规章呵护。哎，较细你个，啊，收大波啦，较细波，较细波。今日动着太气咧，慢慢仔行，慢慢仔行。忽然间，慢慢仔行。做白金不要乱行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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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他过完大家家，每个月要过血清，今晚血清一定要做万头哎，恐吓可不搞我闹啊！到底是怎么怎么了？好，血清，我没胆了，我还挽留你啊！血清，今日是咧安怎啦？阿佳佳偷着你的包包，我搁买一个新的送你啊！我即马真正足忝的，你敢袂用来甲我闹啊？你抓着我咧闹，你当作我要紧是遐个包包？你毋是甲我讲你无爱刘佳佳，现在伊会有事？你根本是两边讨好，你骗我！我哪有骗你啊？你到底甲我当作是啥？你抓着我是刘佳佳，真哩好骗！来甲我偷偷走来，藏我一个包包，对阿妈甲孙微微快到吞落去。你较讲道理嘞，好不好？我是无爱佳佳，因为佳佳伊是我纸头有名的太太，之前我嘛甲你讲过啊，我对伊也是有做红事责任。你根本就伫咧推卸责任，你讲你爱刘佳佳的事。无爱我跟你斗相共，结果你唔肯和我离婚，你即马家己有囡仔，我一个变作无老命的弃妇。我也是爱你的啊，因为这只有心，这唔是我有法度控制的。我是顾家的大囝，这传出这代是理所当然的代志啊。
你无法度说这嘛不是我造成的。当初咱做伙的时阵，你是跟我讲你袂做袂差，想做即嘛，你卡袂着为着一挂代志，你来咧跟我闹啊！你拄则在讲啥？我。你哪会当对我讲这么残忍的话？你明明知道我袂当替你生气，但是我心内上大的痛。我若要看到张家为着要生气，哪会做准备？我的心就缠住这么位。你敢有法度了解我的痛跟委屈的？是的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对，我袂当生，我就是无法当生囡仔，所以你要反背你甲我的爱情，甲刘佳佳有囡仔，你哪样你对待我？我真正无想要为了这个代志跟你冤家，事情你较冷静的啦。你啊，你是咧创啥？我怕你是要替我家己出一条气，因为我爱你。我就离家出走，因为我爱你，我才会让你骂不了。因为我爱你，我才会让这只乌龟爬，搁海巡掠去。我这世人唔捌这样计较过，就因为我爱你，我才会承受这所有的代志。你这台湾根本就怪小鬼，你够了！你卖了你的事情，事情走，我完了，我完了。你妈的哄，哎听呢？你有话你就好好讲，我是真正爱你的，这无需要怀疑。你妈好白想好无？林伯，你讲啥？你讲你脚暗转去，佳佳就把你的裤拢夹破，所以大刚准时倒去陪伊安大姨。好啊，我今麦就试看麦。你相信我？你别冲一下！啊！你别！啊！啊！好！你老婆！啊！啊！我爱你，我是真正爱你的。是啊，是的，我无应该让娇娇有心，不过我唔知道是什么时阵有的啊。啊！雪琴，你放手！我不爱你母亲了，我不爱。我爱你，我是真正爱你。你看冷静了好不好？你冷静。是的，我知影我只是匆忙，讲唔到的去刺激到你啊。要唔佳佳对我来讲，我只是利益的联姻，伊必须要为阮国家生囡仔，我根本无爱伊啊。佳佳。我会当手抓，我真正是爱你的。我知影你是要有囡仔，因为你的身体舒适就是无法度啊。这点我嘛总唔甘，所以佳佳今麦有囡仔，对咱来讲就是双赢。双赢是啥物意思？你先帮我。你若是怪伊，佳佳囡仔以后会用尽你做干妈。你若是唔怪伊，这里有个我对你的爱啊，佳佳安怎，伊都无法度比得过你伫我心目中的地位。各位是真实，你爱我讲话嘴该拢不要紧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我爱你，我这世人最爱的人就是你。我知影，让你受委屈啊！我以后一定会尽力帮衬你，让你过比佳佳更加幸福。伊若讲，就要做到到。我就抓。
真正是受过大意啊！静静做这么多，要让刘姐姐无法度有生的手段，拢失败啊！俊生这么要紧这个囡仔，以后我伫咧俊生心目中的位置，可能会让这个囡仔比落去啊！家家有事了哦。嘘，你嘛较细声咧。我都甲你讲，还未满三个月，唔通互听到啦。哦，你嘛咧好笑咧。咱公司也无其他人，还是要讲互相听。得记住啊，万一咯，伊若走去甲家家的台神讲，安尼就害啊。哦，你嘛足搞的呢哈！哎，空虚妄想、胡白乱想哦，你真正足厉害，会用讲是排全国前三名啦。金花啦，今仔日心情这么好，我都爱好好啊把握机会，让伊对我回心转意。金花啦，我想讲咱即马阿莹莹无代志啊，阿无咱来去款一寡囡仔的物件，好食食。哦，好哦，好哦，行行行，来来来，无啊，你一下嘛行路唔好啊，行路啊，你动啊动手，啥物意思啊？哎，咱老翁老母啊，有啥物好歹势啦？行啦。哎呀，啥物咧老翁老母啦？咱离婚啊呢啊？哦，我无想要放误会，我清白，拜托，好无？老金发啦，你莫这么戆惰好无？咱两个拢已经要做阿公阿妈呢，敢讲你到即马阁唔肯原谅我？这甲做阿公阿妈有啥物地带哈？你来这里还搞牵拖哈？啥物咧无地带？你甲想看卖？以后吼，咱个孙啊大汉的时阵，一定会感觉足奇怪。是安怎？阿公阿嬷因两个无带斗阵嘞？你到时阵是要哪回答？敢讲你要甲咱两个过去的恩怨，甲孙讲，啊，让我这个做阿嬷的无面子哦？吼，所以你意思是要安怎讲较好啊？当然是咱两个哦，搁办一届婚礼，俺两个带做伙。让咱的囡仔哦，感觉有一个完整的家。安慧珍啊，你即马当作我三岁囡仔呢？人咧讲，让囡仔一个完整的家，是咧讲因爸母，唔是咧讲阿公阿妈。借问咧吼，有对一条法律讲阿公阿妈一定爱大做伙啊？话搁讲倒转来啦，搁改正用，跟咱同款啊，同款。只要这个囡仔大汉，看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拢同款，伊会感觉这就是正常的，伊袂假吗 ？OK？ 哦，我唔管啦，反正我就是要搬到甲你斗阵住，我管。卖，安尼啦。我搬到那要紧啦。卖啦。哦，刚好你这趟拄到，跟我叫声，恁老母给你起笑。哎呀，恁两个是搁安怎呢？规个吼，伫遐搭个耍出，着阮正要做阿公阿妈吼，伊想要用这个机会啊，搬倒来找甲咱做伙住啦。要做阿公阿妈？敢讲佳佳有心哦？真是呀！啊！哎呦，你实在吼，你叫你莫讲，你搁讲，着还未满三个月，如果讲甲遐大声，你实在。借问的哈，拄只是将早顿来跟我讲的。安尼讲起来，我们就准备要做阿姑安尼。应该无咧讲生笑啦吼。哇，这种代志哪会当讲生笑啦？好啊啦，恁两个咧笑到遐尼大声，我就甲你讲，还未满三个月，未当讲出来给人听啦。咱就在座这的人吼，安尼知就好啊吼，唔通阁讲出去啊吼。啊，知啦。老金发啦，你唔通嘴甲我讲，知啦。啊后壁哦，啊一月头走去甲恁的老 F 四吼，甲讲你要做阿公啊。是欧巴 F 四。我讲，我袂讲，就是袂讲啊！
啊是讲吼，这样多爱喜事，咱家在咱结点点，结做啥物拢唔知影，啊嘛是真足艰苦的呢。啊，所以我拄则唔才甲恁爸爸讲，啊吼，阮两个吼是闲闲无代志，啊来去款一寡囡仔的物件，啊等三个月了后才摕来吃吃。即摆买伤早啦，连迄是查甫还是查某，同样唔知影，你嘛即摆买，到时阵买唔着，还唔着讨债？安尼无咱是会当做啥物啦？咱会当做一寡咱后头厝应该爱做代志啊，啊，譬如讲替佳佳做未来啊。做未来，对，哎，安尼哦，我一定爱搬倒来住，我唔知有法度替佳佳做未来啊。免，去坐月子中心就好啊。唔免遮尔麻烦。爸，还是讲听讲哦，迄较好月子中心，前半年都要先预定了呢。啊，咱这是不是要开始催啊？对。哦，哎呀哥，坐月子餐买这回点哦吼。我跟你讲，开偌济钱拢无紧，家家健康上重要啊。对。即摆家家有心，家豪因规家欢啊欢喜到安尼，是靠这个代志来避坑，让家豪知影我知情不报，一定不会原谅我。哎，你是安怎啦？你计是个面相啦？哎，这是喜事，你唔同爱笑一下。我无啥物代志啊，只是想讲哦，要送啥物哦，好佳佳。送啥物都无要紧，上重要是你有这心，佳佳就足欢喜啊。雅婷啊，假使讲你是以嘉禾的女朋友来送礼吼，安尼我是感觉凊彩送的都好啊。你来安尼讲呀，你足无礼貌的。我后壁都还没讲完嘞啊。那是讲你以阿嫂的名义来送哦，哦，迄意义哦都无同款啦啦。对，一句话讲了上对，嘿嘿，安尼吼咱就会当相依临门啊哦。是讲雅婷啊，啊，即马佳佳都已经有心啊吼，啊，你甲嘉禾结婚的代志是毋是赶紧的考虑一下，卖阁安尼拖啦。啊，阮嘉禾就只想要甲你结婚的呀，啊，你安尼继续拖落去，敢好？我甲嘉禾有讨论过啦，啊，想讲伊甲阿邦合作的物流公司较稳定了后，再去讲。歹势啦，我阁有客户爱拜访，我先来去啊。好。哎，大概若讲到婚事，雅婷就这种反应啊。嘿，我实在想无呢。咱嘉禾的条件嘛袂歹啊，啥那雅婷伊伫咧相骗啊？啊，敢袂讲？雅婷只是想要甲咱嘉禾算算的尔，伊认为讲后一个查甫人会搁较好。哎呦妈，你莫胡白乱讲，伊这毋是迄种人啊。安尼，伊啥人唔肯嫁予你嘞？敢讲你有啥物毛病啊？我边那可能有啥毛病啊？哈？是用过，无希望伊的查某囝遐尼早嫁翁，想要家嫁老几年啊？无这种代志啦，用过嘛，就希望雅婷会当嫁予咱嘉禾的啊。嘿，安尼就真奇怪啊！安尼雅婷会一直拒绝嘉禾，迄这实在是无道理呢。哈？我是咧想讲吼，敢会阮欧巴 F 四吼常常咧讲这件代志，啊雅婷当作阮咧甲逼婚同款，所以伊都唔肯答应啊。哈？哦，这有可能哦。啊，假使讲我是雅婷，我当然嘛希望讲嘉禾会当用足浪漫的方式来求婚啊。啊，现代查囡仔敢毋是拢重视这個？对。嘉禾啊，你有听到无？赶紧想一下办法，甲雅婷求婚的吼，唔通安尼拖啦。你继续安尼拖落去，我等下真正是头毛吹手背吼，我真正等无这个机会，会当甲媳妇娶入门了。